国际焦点，俄罗斯联邦达吉斯坦共和国有一名男子日前在路边抽烟时将烟蒂扔进下水道，想不到随即引发了大爆炸。那画面中可以看到呢，男子顺势把手上的烟蒂朝下水道丢，疑似引爆了积在下水道的气体，火焰从孔洞喷了出来，就发生了大爆炸。那整个人行道被掀了起来，造成两个人当场死亡。